吉伦乡鹰顶川后义宫主祀天上圣庙，地方合作鹰顶妈。1903年，几落届托梦予当地信徒，要起庙，经过清洗妈祖，以及全庄信众大会同意以后，开始筹组兴建委员会。庙伫1905年动工，1909年正式完工。浙江庙方举办三献安良、下土关照大典，祈求良辰安顿，近来平安。李伦乡鹰顶川后义宫主要是拜妈祖，新尊是为郑成功时尊为中国来到台南鹿耳门，经过风台精心漂流，以及森林道南来到李伦鹰顶。1905年的时尊庙亨开始来起庙，经过3年外的时间来完工，并在这间完成三献完桥仪式。那李妈祖吼，这个郑成功台南鹿耳门呀吼，登陆吼啊，辗转到永定后裔宫来啊，咱建庙是在1905年，啊，阮是1904年开始筹备，啊，建庙才有3年，啊，即马科技才有3年啦吼，啊，今仔日拄好三献完照圆满的日子啦吼，一只全村非常的欢喜吼，所有的科技拢完成啊，啊，所以讲咱的庙。哎，嘛是一个结束圆满啊！知影即间是三县安良社土圆桥大典的信众，是拢相当欢喜，嘛来到现场参加，希望妈祖来保庇大家平安顺利。当来拜拜，好伊讲遮，迄妈祖婆遮，迄个第三年啊完成，我当来拜拜。今日都欢喜啊，应厝庙啊都三县。啊，阮就摕来遮抱欢喜来，啊，予大家祝你平安顺遂、大赚钱、身体健康。另外，后裔宫的新尊是相当的特别，因是较现代化，看起来嘛较亲像现代人的模样。庙方是欢迎民众来欣赏。咱庙新尊较特别，就是较跳脱传统，较有人性化，较像咱即卖现代人的呢。啊！你看起来较亲切感，这是正妈哦，正大妈吼，伊指示的，伊指示这个雕刻师啊来雕刻的安尼。伊是圆满完成后，相信乡亲会当透过信仰，让心灵有了寄托。记者谢医生采访报道。